凭什么拿你这样？哎，三小啦，三小啦，我一直都在那边。二闪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你二的位置是定下来的，像狐狸的翼啊，然后你如果使用二闪呢，你就会有大概率去躲避这种技能。嗯，看不懂，不懂飞来飞去。就会有大，然后你如果使用二闪呢，你就会有大概率去躲避这种。哦，他是影子上去。然后你如果他为什么闪完又可以弹回去啊？你就会有闪完影子回去躲避这种技能。啊，我说他 W 不是 CD 哦，他开练习模式。不要再哭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接下来呢是 QEA 与 EAQ。QEA 与 EAQ。QEA 是要比 EAQ 快的，因为 Q 技能是有读条的，所以我们平时用的时候，尽可能还是更快为好。比如说你和亚索对线，亚索上来换血。好，然后是 W 二连招。你按慢一点啊！的连招，已经很清楚了。屁呀，这样很清楚。我接下来演示的这个过墙 W R， 就可以把敌人秀的头皮发麻，然后也可以，如果你伤害打够的话，也可以这样逃生的。秀的头皮发麻，躲避的概率会小，因为他可能想不到。了头脑跟得上，手不一定跟得上。想不到，我脑子要先跟上。等一下，脑子先跟上了，后面再谈。好的，下面介绍第七种连招 ，E A R 连招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 E A W R 连招，这种。啊，这个。低的一个，有野，我头好痛，我们不要看好吧，就会多一个野的伤害。I give up， 我自己玩，我们玩爽就好，我们又没有上场打比赛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有上场打比赛，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算了。懒猫啊，你学会关斗内了没？靠背，懒猫晚上好，还没，今天太忙了，我今天一起床就出门拍片了，然后拍完回来吃完晚餐就睡着了。那睡醒就开打了，还没时间看。我等一下下播会好好学一下。谢谢蓝猫。我看昨天摸死也不会关啊。你老板，你要不要先教你老板怎么关斗内？我看昨天摸死开台也不会关斗内。蓝猫，我建议你离开，立刻离开这个直播台。这场发生的事情，你应该不会想要看到。你应该不会想看到一个曾经的职业选手堕落到什么程度。你快离开啊，蓝猫！我希望我在大家的心目中，那个印象是很美好的。长发大奶正妹无敌。老板，你30岁了，玩猪女五五这种不用操作的角色就好了，不要勉强。会计说一下，会计说今年公司有盈余啊，叫我挑一个绩优的员工，把这笔分配给他。现在阻止应该来得及。你没有看到菜狗吗？有看到吗？你有毛病啊！你怎么直接没了？你有看到吗？我是他刷他2倍的 CS 啊，我24刀，他12刀啊，我刷野速度是他2倍，高他一级，出来 counter gank 打一顿。MS 打野刚打得很紧张。我的天哪！有可能是我太烂吗？没事，我主力，这波必杀。哇吼！怎么说？打不起。有料吧，不留情面，赚多少了？有没有50？这波暴打，呼呼，57块，能量有点缺，我对能量的控制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愚人的问题，智者无法回答。我要怎样才能回能量啊？我要同个技能命中才会回能量啊？哦，打野好菜啊，所以我这样不演了，准时开送撸。这样有吗？我跟分身一起用一刮到技能，我也可以回能量吗？我的一就是免费的吗？我可以这样理解吗？我感觉要去找一个人家截刷野的影片来看一下。我想救他了。
的，呜呼，点开，还想跑，当场玩死，当场玩死。最近很多你的影片，想学 JG 特哥有推荐的打野骑手角色吗？姐，我什么都会没能量啊，是我的问题吗？确实，靠近一点 W 啊，不然为什么要 R 骑手？分身放太远无法同时打到、啊，但我的 R 不就有分身吗？我用 R 的分身一起打不行啊？这是你的问题啊！你们好像自己就能打赢啊，兄弟们。我来，不要给他当东西。哇哦，串起来，弹来弹去，吓傻你了吧？还双标，有没有看到？直接一波双标剁李星。Perfect， 赚四十哎，赚钱钱赚钱钱，这角色怎么这么好玩？好舒服哦，直接越塔领钱哎，白嫖，不止领头啊，这被动还领了40元啊，然后我再跟银行借钱，哇，未来四级借200，我真的是投资专家，底薪是底薪是在皮啦，这皮什么啦？皮什么啦，李星啊？嗯，哎，生小啦，生小啦！哦，影子从那边，这影子怎么卡啦？哎，这影子有点离谱啊，怎么过不了墙？装什么？结束了 ，ADC， 竟然敢在本杰面前嚣张的吃兵。结束，帅不帅？手到飞起了，帅不帅？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一群小丑在表演什么？大妖怪好了 ，AD， 是什么？哎，整装哎，不要啊！砍烂，完了，肥大。我感觉我这个 W E Q 放得很好哎，但好像不该进去装逼，好像不该进去装逼，装逼是我的问题。如果没装逼，稍微拉扯一下，这波应该是很行。不急，末日到了。将近晚上7点，的地牛翻身，惊魂器瑞士规模5.5。我是应该砍到底啊！我干嘛弹回来啊？我说是妖梦，他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妖梦18误穿，这把只有15啊，这把只有10，你闭嘴就赢了。干！我说买的是妖梦，他已经死了，被他塞到。美国打来的电话。干你娘！老店员信不信啊？干没出来。你还没干够是不是啊？塞你喇叭就没得了。我这样小嘛，看到吗？躲招，结束。弹来弹去，干你娘！你还在睡啊？我怀疑有人在动。奇怪了，为什么我弹来弹去人家在送头啊？我弹回温泉了、啊，怎么了吗？有规定不能弹回，哎，点来。特哥，我发现你的飞镖在打人的时候比林国华还准懒。别闹了，林国华什么咖？拿林国华都空虚网。